没发现有一个人在旁边？我没看过，你看过？你看过哪个？你说你看过哪个？都看过。你小时候看什么？我看着葫芦娃，他看着葫芦娃。不是吗？就确定了，哇！吓死我了！
别的。
笑不来。没事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我在跟自己说，冷静起来，那你。侄儿全在这人体描边大师。你们两个都冷静，你们俩都冷静一点啊。宝贝，宝贝干啥呢？宝贝干啥呢？他这是愿者上钩啊，刚江太空钓鱼，刚准备修过去，哎，愿者陈太空钓鱼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四个了，四个了，你快盯他看哪个要远，他盯错了，他有四三再没远二一，放弃了就好，五个，十一个。还能再翻，不会这个，主要是这边还，就我忘了怎么翻了。
好像每次到这儿的时候就。研究研究，不对吧？不对吧？我貌似卡了，今天没事。问题不影响问题不那不对吧？我不知道。问题不大。问题真的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我们也可以。问题不大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可以。哎，妈，你俩在干啥呢？我也获胜了。来来，这是什么？问题不大，系鞋带吗？我跟你讲，只要有差就可以翻。对呀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不大，只要有差就可以翻，对不对？对，没吗？你先给我吗？你们这个给我一个，给你吧，给你，你这个不要吗？不要，别的，你们刚都给我，我感觉很吧，好，那吧，不是，这个流苏水是一包的，那拿一包的吧，对，拿一包的，来吧，好，小猪说的是不是就是把那个干脆面给压碎了，然后往里面撒粉，然后拿着一块一块的吃，有，小猪干脆面都这样，现在不这样了，哎，我记得我同学。坐那个公交车，然后一边跑一刹车，就倒，因为小时候很想倒，对，就喜欢倒。Hello， 我是樱桃少女33的刘心宁。说到小时候的一些回忆的话，我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是那种，你知道那个弹珠吗？就是那种弹弹珠。然后我小时候的话可能是比较偏小男孩一点吧，因为小时候的性格就比较男孩子，然后就是玩的游戏都是一些比较男孩子的东西，看的什么动画片也是比较偏男孩一点，因为小时候我经常跟我弟弟在一起，然后他看什么就跟着他看啊之类的。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小时候玩的那个，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，就是那个用很多竹子，然后就这样堆，就堆成一个拳头，然后放开，然后用那个其中一根竹子挑完之后呢，就是别的竹子就不能动的话就是输了，就那个游戏。然后还有那个跳绳就偏女孩子嘛，小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呢，跳绳跳得好的人就很受欢迎，你知道吧，然后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跳绳。然后吃的话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葫芦水，就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那个葫芦水，就葫芦形状，然后里面是饮料的那种。反正小时候的回忆还挺多的，零食啊，然后游戏啊，动画片啊之类的太多太多了。就是90后嘛，我也不知道大家跟我是不是一个年代哦。现在应该现在的人都好小，就是出来工作，就是大家都是00后啊，十几岁之类的，然后我跟他说这些他们都没听说过。哎，所以呢我觉得小时候的回忆还挺快乐的吧。现在有很多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零食店，我有时候也会去买，然后还有那种泡泡，吹泡泡的那种，就是用一个小管子，然后吹成一个小球，那个泡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忘了，反正小时候的回忆还挺多的。